Junior 成员圭贤第一次在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，优美歌声让粉丝陶醉其中。但其实圭贤昨晚入住的饭店遇上火灾，房间弥漫浓浓的烟雾，让他的喉咙有些不适，渐渐有痛，所以证明不能。吃力，但圭贤还是用尽全力演唱。这次台湾演出，精心为粉丝打造专属的演唱会表演。圭贤还苦练中文台词与粉丝对话。一年前说了，你们不要劈腿，要等我。大家有遵守约定吗？好好学中文，再次来台与粉丝相见。